各国家还有各个国家的需求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做长远的设想，说未来全球这个货币可能会有像一体化呀，或者更简单的这个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汇率问题或者管制问题，像这个方向去发展可以。但是现在来讲还不行。那么因此呢，就是如果搞 CBDC 的话， 也是有很多国家都有各自的 CBDC， 各个的 CBDC 是以本币为基础的，所以你在使用过程中还可能有汇率问题，还可能有这个规矩不一样啊，我们不一定说一定是外汇管制，一定是管制，但规矩也可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这种互操作性呢，要考虑这种复杂性。